我是 Amy。 现在夏季已经到了，很多人不会游泳，但是呢又很想自学游泳，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开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自学游泳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。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学游泳吧！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